我们在吃昨天买的苹果，然后等一下就要出发了。妈妈，今天行程会比较硬一点哦。现在早餐，因为我可能没有做好功课，结果他就是要预约，或者是八点之后，他是八对平日都没有，就是不能内用，然后就是外带这样，所以我们就外带汉堡，然后还有荷包蛋、豆浆。好，我们就坐在外面吃吧。因为老板的客人发现我们就是是在环岛，然后就他们就刚刚特地出来送我们咖啡喝，谢谢老板。大家以后来新竹香山要来乔亚早餐，记得要预定，记得预定。好望角那边厕所也不能上啊，我们刚刚好经过白沙屯的这个游客服务中心，后面看到吗？这边，我们就先下来休息一下。我们到了龙腾断桥，但是就不好说。高美湿地，然后这边风还是一样的大，一样的可怕。然后刚刚也发生一些很可怕的事，就是呢我们被别人从后面追撞，然后他也是机车，是一个讲了，你太晚讲了，还要害我的便便便，这是什么鬼？放炮机！好，我等一下完蛋了，我的是小虫。好，来，快点吃，吃没用。今天是2月22号，礼拜三。
们现在在埔里了，然后等一下我们就要去奥万大。那昨天的行程会这么赶，就是因为今天要到奥万大，从埔里这边这样住的地方过去其实要一个小时多一点点，那因为又是山路比较危险，所以昨天才会觉得我们就一定要到埔里这边，不然今天应该会很崩溃。一个杯点，对，算是杯点。吗？我挑战。变脸。好汉坡，枫林步道，要走回去了，要走回去了，请选择枫林步道。不是好汉。成功！耶、yeah, ，妈妈很棒，不断挑战自我的妈妈，听到喘气声就知道有多累了，请大家给影子轩一个掌声。
羊味很重，对，超重，真的跟你在吃羊肉是一模一样的感觉。最高的全家标高2052公尺，旁边的 Seven 被干掉了。现在来到日月潭。小时的车终于来到阿里山啦。
圆，粉红色的，红色，还有最远处白色。你以为这是一根电线杆吗？错，这是一个树木。阿里山，继续异地训练。是2月24号，是我们环岛第七天，然后现在5:01，等一下我们是要搭阿里山的小火车去看日出，然后因为火车不等人，所以我们要早点出发，5:40的火车，然后等一下就要看日出咯， Go！光岛看夕阳，夕阳Thank you.